流淌的时候呢，游弋的时候呢，它就可以顺着水啪叽一下就掉到石头里。哦，就逮着了。如果说它不蹦的话，就出不去。因为我觉得哈，这个逮鱼是特难的一件事。首先我记得小时候是学物理的还是学什么的时候，就说这水里的折射，就是你看到的鱼的位置其实不是它自己的。对，前方右侧，车辆会小心点，慢慢来。这鱼呀，身上。